克里特岛，守伫山头的电条，拢看到秃头的山、黄色的草坡、橄榄树、白顶的葡萄。克里特岛他们因为非常干燥，所以你看到的草没有绿的，都是黄黄的。然后它的橄榄树是因为它那么干燥，所以它的油榨出来的油比较好。听说了，听说，所以你看我拍的这个东西是拍那个点条，点条。我们知道一片空旷，然后在山里面能看到一个这样的点条卡迪亚哈啊，我是泥人，就把点条看成我。那我站在这个地方看秃头的山，黄色的草埔，橄榄树，还葡萄哈啊，葡萄都再加上，所以我说你假如去克里特岛之后。两种东西你都要看，一种是葡萄，一种是橄榄树哈。这里面我是要留这样的地貌，因为写地貌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掌握它的特色，让人家在这个诗句里面就感觉到哦，秃山都秃秃的，黄黄的哈。克里特岛，守伫山头的电条，拢看到秃头的山。黄色的草坡，橄榄树，白顶的葡萄。